当我要去实习，不知道怎么和女朋友开口时，走啊，带去吃饭呢。行啊，那去学校对面吃吧，那有一家我感觉挺好吃的。怎么了？怎么闷闷不乐的呢？哎，没什么事。你少来，心事都写脸上了。我要去实习了。不是明年七月份吗？怎么现在就要走啊？就正好我们班对接那个企业最近需要人，所以就可是，哎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我会经常回来找你的。住的地方就在学校附近，离得可近了。能不能去啊？那我也不想去，但学校要求就。好吧，也不能带你去实习呀。哎，我肯定会经常回来找你的，你也可以去我那玩啊。而且我今天晚上就要走了。这么快就走了，那我去帮你收拾一下行李吧。行吧。我会想你的，我们会一直好好的，一定会。